你个泼皮！你敢骂我？啊！你好大的胆呢！骂你怎么了？小心还打你呢！你真敢打我？我这……我杀了你，信不信？啊！你想我谁啊？你松开！我不松。 你是不是？我不怂。放！你出来！干什么？比划比划。谁问谁啊？来呀！哦！回来！ 帽子，不干了！哎，哎，啊啊啊！什么招？你这是？你什么招？我这个是摔跤。 叫什么？啊，小桂子。小桂子，哎，那你是哪个公公的手下呀？海公公。海公公。嗯。哦。你呢？你叫什么？我。啊。叫什么？我叫小玄子。哦，小玄子，你哪个公公的？我是乾清宫的。哦。 那明天中午还在这儿，咱俩继续比试。哎，要我看，你还是别来了。反正你来也是白来，你又打不过我。哼，手下败将。打就打，哪个怕你啊？但是要赌钱。好，那就赌钱。明天中午我带钱来。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怕了。 哪个怕你？